家好，我是吕强阿木影，我的全新 EP 叫做《你是不是误会什么》，即将在10月27号上线喽。那这一次我的 EP 呢，包含了三首新歌，那这三首新歌跟以往过去吕强有更多不同面向的音乐曲风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再来就是我这一次也开了一个我自己的 podcast 频道，叫做诶吕知道吗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希望可以多多支持哦。My music 不止音乐，还要更多。